好久没有录 vlog 了，所以今天想，反正我要去出席活动，干脆来拍一下。我现在就在上演那种标准，明明没有太阳，下雨天，然后我死要戴太阳眼镜的戏码。因为呢，今天我要去参加的是陈哲艺的电影《热带雨》的首映，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工作的很辛苦太多天了，我今天要好好享受。通常来，如果出席活动的话呢，我就是先完全的素颜，然后呢就来到。耶呢，安排好造型师今天帮我做妆发。每次一进来就觉得好舒服呀，大家都到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每次都是这样，一定要玩到个五分钟。人呢？看到人吗？哎，怎么不会？等一下，没想到。OK， 这里化妆师，你出镜了，你出框了，你在这里。对，然后造型师阿 K 开始了。今天我们要化什么妆？我们来画一个很 classy 很有女人味的妆。我眼睛很大的哈，不然我永远会想起来要睡觉这样。放心。那我要做什么头发？哦，最美丽的头发。真的，我就这样想。我爸在看那讲话的人是谁？现在后面有明星哦。Oh wow, that's so cute. It's cute. Hello. Okay, but it's somehow tracking my face. I don't know why. It's so cool. Ta-da. Wow. It's cute, right?还有，在这里还有，好热闹啊！今天，就是等一下啊，然后现在再看这个睫毛，下面打底贴了一层的假睫毛，然后现在呢，上面再一节一节的粘第二层上去。女生是不是都是用画的？头发要夹直，不是说夹扁扁那么简单的哦。你头发哪里要有厚度，然后哪里要扁，这很讲究的。看一下，这才可以拍得到大家。明天我可以直接这样出去拍外景。穿着拖鞋呢，OK，我换鞋子。好，那现在妆法都做完了，马上就要出发喽。好了，我们终于两个都到了。看电影的时间到了。对，但是我们先吃点东西吧。对，还真的有一点饿了哈。呀，这 video， 今天是同乐会，还有意思。对呀呀 ，video。A really special film to me. This is my follow up to Hilo Hilo. I think that is why I stay short. 其实不说话演戏，在我来讲是挺困难的。Film in Singapore. It does mean a lot. I'm not looking for you.